你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活着，对不对？跪下！侯爷，小侯爷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师傅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我真的是俊儿呀！你送我的天云铁、青云剑，我每天都带着，一天都没有离过手。你看。 我说了，退下！我不认识你，也不是你师父，你认错人了。你不是我师父。我不是。 对不住，是本侯失态了。看来这河县的风水果然不好，不单害得李王病重，就连本侯也失态了，还请郡主恕罪。 啊， 对对，旅途劳累在所难免。 既然侯爷身体不适，那就请先行回去休息，待我家殿下康复再两相思见如何？恭敬不如从命。走。刚刚那位少卿说。 这位侯爷跟咱们圣上不打不相识，颇为交好，所以安帝才特意派他来当引进使。老夫不知如意姑娘……如意不是说了吗？她不认识什么长庆侯。可是长庆侯杜大人，今天你也累了，回去歇息吧。